可是他只要。Ella 砸中本办见面会却出彩，舞者上台忙抢救，让姐姐都笑了。Ella 首次举办生日见面会，疼爱歌迷供大家免费入场，内容更是重金打造，诚意满满。不但又唱又跳，节目还包含了脱口秀和舞台剧，让大家都大赞姐姐的实力和大方。创新内容考验她的舞台反应力，连不小心 NG， 姐姐也能够幽默化解啦。可是她只要。
自带光环，所以一旦走进这种小吃店，顿时蓬荜生辉，老板会巴不得马上告诉天下，大明星来了，哎啦，哇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等我一下，啪，等一下，炸不然啊，来来，鸡心啊，鸡肝啊，鸡胗，就不行你鸡肠啊，下水汤，哎呀，给不到啊，鸡。我女儿好喜欢你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不用钱啊，啊。哎啦，我们家常客，傻傻的弟弟，妹妹啦，哎呦，好丑哦，你真丑了啦，说来人丑，丑死了。女明星除了自带光环之外，还自带雷达，她总是可以发现有人拿着手机对着她，为了让他们知道。我知道，通常我会这样做，或者是我会这样做，要不然我会这样做。哎呀，怎么啦？找东西啊？哦，对对，找钱啊，结账的。找钱，哎，你哎，我又不缺钱哦，我请你啦，哎，你来我店里，我就阿弥陀佛你。盛情难却的老板哦，这家东西再怎么好吃，我都再也不敢来了。哇、哦，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我念书的时候有一群很要好的朋友，就是一管六朵花，你没有印象吗？有。其中有一位，他是我们当中第一个结婚的，而当时的我，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，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他上台高歌一曲。于是我就唱了。一连两天的生日见面会，姐姐和姐夫筹备了有半年的时间，从每个环节都看得出他们的用心和看重，也难怪谢幕时姐姐会哭红了眼眶。这件事情已经筹备半年了，然后呢，在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多的曲折，尤其是在初期想脚本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是速度就觉得说怎么办，一直脚本出不来，那要不要等到七夕再来办，还是等到中原普渡再来办，就是一度也有这样的想法这样，可是后来就是慢慢的成型，就像我刚刚在最后感谢所有帮助我们这个秀完成的朋友们，像导演啊，还有演员，我们真的就是想办法把它弄出来，所以特别有成就感。是跟姐夫吵架吗？就是两个人。其实还好，过程中当然也会有一些，就是会有一些矛盾的时候。可是我们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。然后呢，我也是非常支持他。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只要一旦有一个决定，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想办法克服它。然后我也很支持他想要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特别的，好像我来做是最适合的，好像是没有我做就不行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也觉得好，那我就来做做看，自我挑战一下这样子。
所以我非常谢谢我的先生，他是我的伴侣，我的爱人，然后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。想气话什么，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私生活？不会，通常这种时候啊，就睡不着的时候，再来一发就会特别好睡。所以就很容易，所以就很容易失眠啊，真的是哎，啊，你看姐姐眼睛都很黑，你看奴的眼白的地方都泛黄了。环球娱乐摄影刘静强采访报道。